Jazz 大赛，就一出场就能感觉到大家的热情，让我非常激动。对于这场的表现，我还是比较满意的。今后会在这场的基础上越来越好。这次还有一套双人自由，有什么期待吗？因为双人，我和北京队的队友磨合的不是很长时间，所以我期待，在训练中的一些问题，我们能有所改善。